手工，串珠花边手链教程，所用到的基础结、雀头结、斜卷结、平结、单结，这些之前都有单独发过慢动作的视频教程。现在开始编织，60厘米二两线同时穿过10毫米的珠子，两边的线要对齐。然后把线分开打单活结固定在工作台上。然后竖着这两条线做轴线。40厘米一座绕线对折。从轴线的下方以雀头结的方式挂上去，拉紧，然后左右两边各编半个斜卷结。把线推上去，40厘米一座绕线也是按同样的方法对折，以雀头结的方式挂上去，左右两边再编半个斜卷结。接下来挂左边的40厘米一座绕线，按同样的方法挂线。挂40厘米一，也是同样的方法。竖的左边做绕线，右边做轴线，边又斜卷。半边的珠子就包好了，另一边也是按同样的方法挂线。两边都挂好了，手链两端的编法是一样的，我提前编好一端了。现在是10根线，先编左边的，左一做轴线，左二至四做绕线，依次编斜卷结。绕线围着轴线绕两圈，就是一个斜卷结。
相邻的线做轴线，边用斜卷结。边右边的右一做轴线，右二至四做绕线，依次边斜卷结。然后轴线边绕线相邻的线做轴线边左斜卷结。左一做轴线，左二至三做绕线，依次边斜卷结。左一做轴线，左二做绕线，边用斜卷结。再编个左斜卷结。左三做轴线，左四做绕线，边左斜卷结。再边右斜卷结。最后中间的两条轴线边左斜卷结。再换相邻的线做绕线边左斜卷结。右边的编法是一样的，右一做轴线，右二至三做绕线，依次边左斜卷结。右一做绕线，右二做轴线，边左斜卷结。再边右斜卷结。右三做轴线，右四做绕线，边用斜卷结。再边左斜卷结。两条轴线边用斜卷结。换左相邻的绕线边斜卷结。中间两线穿上5毫米1的珠子，把轴线拉过来，继续边右斜卷结。左边的也一样。然后中间两线边右斜卷结。左五做轴线，左四做绕线，边右斜卷结。
在编又写卷结。右边的右四做绕线，右五做轴线，编又写卷结。再编左写卷结。然后中间两线编又写卷结。左一做轴线，左二至三做绕线，依次编写卷结。穿上3毫米1的小银珠。轴线不变，左二做绕线，编写卷结。再换相邻的两条线，依次编写卷结。右边的编法是一样的，右一做轴线，右二至三做绕线，依次编写卷结。轴线穿上3毫米1的珠子，用二再编一个斜卷结。相邻的三条线做绕线，也依次编斜卷结。过来做轴线，相邻的三条线做绕线，依次编写卷结。右边的也一样。中间两线编又斜卷结，左四做绕线，左五做轴线，编又斜卷结，再编左斜卷结。绕线，右五做轴线，先编左斜卷结，再编右斜卷结。然后中间两线编右斜卷结。留下中间的两条轴线，其他的剪去稍扎好。链身部分编好了，
然后把两端的纬线重叠在一起。接下来编活动扣，10厘米一座要线编平结。这里不用拉太紧，编两个半平结就可以了。编好了，剪去线头，稍扎好。这里的纬线看个人的手围留长度，在结尾处打个单结。剪去多余的线头，稍扎好。另一边也是一样的。手链就编好了，手艺人实属不易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请记得点赞再看，关注我，谢谢，下期再见。